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本周主攻的优异发挥。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盘贾诩主攻。那么作为一名狙击手，贾诩对于狙杀对方的指挥官是有自己的独门偏方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盘他作为主攻有怎样优异的发挥。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先开大，那么这个地方开大也有一个想法，就是看他们俩身份啊，如果他们俩敢杀我们啊，那这个三个顺直接招呼过去啊。好，我们顺手先扬一下，看一下啊，董允这个地方，哎，漂亮，太子兹跳二了啊，他想无懈他自己的，没想到啊，他这个帮董允打了无懈，很好，那你跳了身份了啊，我们顺你家敢打无懈，那么顺手先扬，那么这个地方可以啊，嘿嘿，运气不错啊，这个地方顺两个人直接杀，那么这个地方打的还是很准的，好，蔡文姬也是忠臣给力。你看这个地方就是不讲理的嘛，也许这个曹仁呐、啊，这个刘备长有桃子的，但是你救不了的，完杀，就直接这样啊，逮到一个直接狙杀，直接狙杀，没有任何的那个道理可讲。好，董允也是忠臣啊，蔡文姬五谷分羹，那么这个地方因为有董允在，所以蔡文姬这个五谷可以放心大胆的开的。好，那么这个地方，嘿，刘备居然还不拿决斗，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好，九，哎，这个地方啊，还是以前的问题啊，这个排序蔡文姬出了点问题的，你应该先杀，然后先杀完之后，然后再喝酒，那么待会儿你就可以继续再开一个五谷，然后再可以打出一记杀出来，相当于打出一记普通杀，一记九杀出来的。好，那么当然这个也那个无伤大雅了，好，因为那个无懈可击，好，早准备好了，好，给过去。那么刘备的话看你怎么办、啊、刘备的话好好吃桃，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哎，漂亮，刘备死了，好，来，那么这个地方再给我们陈情一下，那么刘备的话，哦，一个九，那么嘿，这个地方手气不错，当然刚才也可以留一个杀的，那么直接搞定啊，直接搞定。当然这个问题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一旦处于濒死状态，蔡文姬是可以给别人陈情的，但是你陈情破不了完杀。就比方说那个刚才刘备进入濒死的时候，如果蔡文姬给那个董允即便弃出来四张不同花色的牌，那么也一样救不了的，陈情破不了完杀，但是呢陈情可以给自己的队友过下牌。那么这个地方的话，他跟这个吴国泰那个补一是不一样的，补一是可以破这个完杀的，那么这个地方的话我们一个都不能少啊，你想把我们蔡文姬吐掉不行的啊，就嘿嘿，都是我们这个这么给力的忠臣，岂能被你所伤？好，那么你赵云也是那个没救了啊。好，好，这个地方董允给力啊，这个地方再给牌。那么蔡文姬啊，过河拆桥，那么决斗，好，可以。然后这个地方杀一刀，搞定。那么这一盘这个主攻方配合是非常好的，而且关键打的也很准的啊。这一把属于反贼，属于游戏体验极差那种类型，直接被狙击手干掉了吗？好，我们看一下这一盘的话，郭皇后主和神吕蒙单挑。那么郭皇后的话，如果受到伤害两次之后，确实能力也是大大加强啊，相当于一个加强，当然也不能完全意义上说加强版的荀攸的，但至少来说就是说可以用一张牌就可以当这种进攻的牌或者是锦囊牌使用啊。当然他和荀攸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不能指定自己为目标，就是你即便开桃园，你不能自己不能回血的。好，或者是说你脚绕了那些桃啊，那些啊都是不可以自己吃的啊，不能指定自己为目标。好，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好，神吕蒙是忠臣，嘿，这个家伙也是乌龙啊，那你这个你要是反贼你不打我们的话你打那个李典嘛，你就忙那个像那时候偏忠义的人的嘛。好，无懈可击。好，这一把身份已经明了，这个这么几个无懈打下去，那么其实这一把主攻方加面很强哦，这个李典，这个荀攸跟我们相信也是非常好的，那荀攸开 A 我们就可以卖血，那么好，这张漂亮，这张肯定卖啊，这个时候就是要最快速度修改脚招的啊，修改，好，修改，那么这个地方如果再修改一次，因为你看旁边两个都是反贼嘛，所以说你必须要卖两次的，这一把这个就是天时地利人和，这几个忠臣都是很给力的，那么你再卖一次的话就不用说他们俩限制了，你就可以自己脚招了啊。好，那么这个地方给一个桃子可以啊，那么看一下这个地方顺手牵羊，那么当然刚才那个李典也可以把那个牌给那个荀攸啊，因为是真的刚才应该也算明了。好，那么这个地方的话看一下荀攸啊，荀攸这个两过河拆桥拆掉，那么荀攸开 A 啊，好，杀一刀然后开 A，
好，南蛮入这入侵，那么我们肯定卖啊，无脑的卖。那么卖两次的郭皇后确实已经进入一种实力的巅峰状态了啊。那么这一下的话是个桃子，看一下，我们待会动一下，看看能不能收点人头吧。老诸葛对我们对老诸葛的克制也很大的，就是你一旦空城，我们可以通过开 A 的方式啊，就是说这个地方巡幽可以开 A， 我们也可以开 A 的。好，那么这个地方杀一刀，这个地方救啊，这个地方这么好的忠臣肯定是要救的啊。好，果河拆桥，那么给过去，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好，来，可以这个地方先把这张牌矫诏一下，然后好，这个地方用那个寒冰也行吧，寒冰，然后那个反正把他的创打的越来越多嘛，然后刚才那个寒冰可能也是想着他手上有没有什么桃子，这一下把它消一下的啊。好，那么这一下的话，因为我们看了刚才巡游的牌了嘛，所以说这个老诸葛看看反贼没桃，漂亮，打掉了啊，打掉了，那么挂起来，然后吃个桃。那么这个地方优势基本来说也算建立起来了。好，这个地方因为已经那个修改过两次了嘛，所以说就可以也可以当个巡游使用，摸一张牌嘛，但是你就不用全部展示出来了。好，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哎，周泰居然有那个桃子，那这一下这有点悲剧啊，这张黄忠，哎呀，这个地方巡游的话可以不救啊，因为你要可能考虑这个黄忠这个问题，那黄忠刚才那一刀怼过去可能会对你进行重大打击的。好，两血啊，那么保险一点，对，因为你一旦被突破我们就麻烦了，这个地方如果你要救他的话可能有点冒险，那么因为后面还有一个这个反贼的嘛。好，来看一下啊，那么这地方杀一刀，那么我们这里面的话待会儿看能不能把黄忠怼掉吧，黄忠怼掉，因为这段有一个那个周泰在的嘛，我们看一下啊，这个地方的话，好，铁锁连环火攻，看一下哦，这个地方是那个知道他是什么牌，直接去决斗过去啊，因为你知道你什么牌了嘛，直接过去直接拍，我们也可以这样点杀人头的。好，那么雷杀，然后这个地方吃个桃。那么现在进入这个局势的话，神吕蒙有机会啊，因为那个当然标题已经暴露了神吕蒙是内奸了，当然这两个人里面看的话应该还是神吕蒙那个让他都偏内一些，因为毕竟他这个能力也是非常非常高的嘛，他是公认单挑王的，就是他是可以非常自豪的在孙权面前说我单挑能打得赢你的。好，杀一刀，那么这个地方看一下，那么这个地方的话离点，哎呦，大卫招雷术，悲剧啊，这个离点就这么挂了。那么杀，我们来看一下啊，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好，南蛮入侵，当然我们这个地方开可能是想收那个陆逊的人头的。好，伸手牵羊来，那么可以啊，把这些怼掉了。好，开个桃园结义，我们这个地方要回血的啊，因为我们矫诏桃园结义我们自己都是不能回血的。好，那么这个地方的话杀一刀，那么吕蒙这个地方杀。好，吕蒙这个量果然是那个攻心神技的。好，吕蒙也把这个反贼收掉，那么这个量我们正式和这个单挑王单挑啊。那么这个地方单挑的话你也有你的优势，就是在于你的个人能力比较强嘛。神吕蒙虽然过牌比较大，但是他的牌你都看得见的，所以说你跟神吕蒙玩的时候你要学会记牌的，因为他的牌是透明的嘛。那么刚才就是一个桃一个闪。好，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就是希望把他手上的闪把他那装备熊扒掉，因为你有一个寒冰的嘛。好，这个时候可以不急着开 A 的，因为你看现在他什么都有了嘛，而且我们手上千万不要留红桃牌啊，红桃牌全部丢掉啊。好，果核拆桥，那么直接来啊。好，那么顺手牵羊，这个地方刚才可以哦，当然这个地方也无所谓了，它是有闪的，你杀它闪，然后你顺它也会无懈的。那么这个地方吕蒙够牛的，它总有这个无懈的。那么这样没事的，我们就那个，哎，这个地方可以啊，当然也行吧，反正你刚才开那个牌可能你也想骗他手上无懈的，但是他估计也不会输。好，那么这边他杀我们，杀我们不害怕，因为我们刚才已经把他那个青钢剑拔掉了嘛。好，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把他的牌全部拿掉啊。好，无懈可击。好，
那么梅师到这么跟你拖下去的话，你神吕蒙的话估计也是很郁闷的，因为毕竟拿那么多无懈呢，我们手上只有一张牌，我们就可以当顺使用了啊。好，那么这个地方的话继续顺啊，继续顺。好，那么这个地方你是想顺他的桃吗？其实顺那个八卦的感觉，把八卦顺掉嘛。好，当然这个地方的话闪没事的啊，你那个他有过牌，你也可以有自己想要的锦囊的嘛。好，顺手牵羊，无懈可击。当然这把这个吕蒙无懈还是很多的，因为在我在解说嘛，所以说我肯定是没有办法能看完全看清楚他手上留的什么牌的。如果你自己和神吕蒙单挑的时候，你应该能记住他手上什么牌的。好，无中生有。那么来这个地方就给力了啊，这碗再来一个。好，拿过来，那么杀一刀，那么这个碗给力了啊。好，把你牌扒掉，漂亮。你看这手上能记住你爽什么牌，你那桃子已经拿掉了，把你桃子拿掉之后就可以待会对你进行输出了，因为你没有那个货了嘛。好，这个地方的话可以，然后再来一个啊，给你再来一个。好，那么杀一刀闪。那么现在神吕蒙估计顶不住了，诶，你那个当然你攻心这么大的过牌量，你这个也过出来桃子，但是你总不能每轮都过出来桃子吧。好，那么闪，那么杀闪，嘿嘿，漂亮。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哦，漂亮，两个决斗拍过去啊，两个决斗拍过去。见本宫。那么这把也算是这个比较标准一点，怎么打这个神吕蒙的？当然，这个郭皇后卖过两次之后，她这个能力确实是比较强的，非常非常强力的。这个四血，这个郭皇后真跟任何武将打都不是虚的，即便孙权来了的话，孙权也占不到什么便宜的，因为你随便一张牌，你就可以当自己想用的牌用嘛。你总是那个顺，或者说你卡过去他总是拆，那你怎么受得了呢？而且他还是带这个卖血技能的，就你杀中了的话，他那摸一张牌，你除非那个大的伤害，比方说一个九杀过去，那可能对他打击大一点啊。好，那么这个地方过河拆个黑，这个魏延怎么拆他？难道魏延不是啥好人的感觉啊？你拆了一个相对来说非常非常偏中的话，这也肯定是反贼啊。好，顺手牵羊，哎，这个地方手气不错啊，手气不错。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段九杀，哦，这有点伤啊。好，翻人。那么反贼，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的话，因为貂蝉这是 SP 貂蝉嘛，在曹丕局里面的话，他确实是可以当忠臣的，所以说这一把我们赌对了啊，就是翻那个贾诩，然后让这个 SP 貂蝉来疯狂拿他的牌的嘛。好，来。那么这个是忠臣，那么漂亮了啊，嘿嘿，这一把我们这个曹丕还是比较幸福的，两个美女，一个是我们的正宫，另一个是这个三国的那个闭月的美女的。好，杀一刀，漂亮。那么如果说上一把和反贼包括和那个内奸鏖战的话，那这一盘就是快速秒场了。好，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是出一个，然后把貂蝉翻过来啊。好，因为他已经被勒住了嘛。好，那剩下来应该都是反贼了，这个也没什么可说了。好，那么没事，那么你们这个这段又有一个无懈在保护 住这个乐，然后这段就可以输出了啊。好，无中生有，可以过河拆桥。那么这个地方给力喽，决斗，嘿嘿。那么一旦把它干掉之后啊，然后是那个再杀杀，嘿，漂亮。那么这一下就是很给力了啊，很给力。所以说打曹丕确实要付出代价的啊。刚才我们卖血卖的就很那个果断的啊，三血我们照翻反贼不误的。好，杀。魏延打掉啊，这魏延那个奇谋还没有发动的，就是让他一点机会都没有。嘿，这个魏延的话，哦，是个内奸，可以啊。好，然后五谷丰登。那么这里面的话，应该一轮就搞定了吧？应该一轮就搞定了。后面还是个貂蝉的嘛，貂蝉是可以把那个贾诩的牌全部拿走的嘛。好，那么貂蝉啊，发动一下技能可以杀，那么再给他一张废牌吧，就给他一张杀这种牌，不要给他那个非基本牌，不然那个窝太补益的。好，看一下九杀，那么我们看一下，嘿，怎么真给了他一张，这个应该给他一张杀的，给他一张杀，待会儿那个甄姬杀一刀，那个补益不就不能补益了吗？我也无伤伤大雅了，也是两轮瞬间反贼灰飞烟灭的。我来为你入殓。所以说这一盘主中方跟这两个的武器这个配合就是非常非常好的。
好，我们继续看啊，这一盘的话，教主主攻，那么是张主，哎，这段他有张主的哦，他没选，他用了这个教主，那么来看一下啊。那么当然，如果二号位张鲁当反贼，对于你教主的压制也是很大的。这把只能说破标题证明你运气还不错。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的话，哦，又是喜闻乐见的。这个跟曹丕局一样，没有必要的。你反贼你选不出来武将，为什么你要选一个被这个教主压制的这个当反贼呢？难道你是觉得戏之才是什么比较重要的武将？你想多玩一玩吗？那你要根据这个象性来选的。那你待会儿啊，你一旦判定了一个傻，你不是给我们送闪了？好，那么顺手牵羊，看一下啊。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刘协，看刘协怎么动啊？刘协，那么杀一刀，看一下这个，你看这不就给我们送闪了吗？好。那么，哎，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桃园结义一下，那么无懈可击，那么这个叫铁索连环，看一下这个地方杀，这个地方啊，这个黄忠刚才吧，不如直接一刀怼我嘛，他刚才怼我们是可以列功的，我们这个怼过来是两血的，根本没必要带流血的嘛。好，这个也是反贼，那么他这么打的话。这么锁他是内奸啊，好，这是反贼，这是反贼，这是忠臣。好，那么这个地方的话改，嘿嘿，那个地方这个张鲁啊也是个判官，你这把这个戏子才被两个判官支配的啊，而且你看现在张鲁已经那个回满了。好，来看一下啊，那么无懈可击可以。好，那么这个地方杀一刀没事的啊，你判的话我们可以呢，这个时候可以改啊，改啊，改，可以，你要扒就扒呗，那反正我们只要两个闪的。好，杀一刀，我们看一下啊，这地方的话，哦，这个地方没有了，那么给过来，然后这个地方因为我们这道没有判定牌的话有张鲁在的，好，张鲁塞了一个黑桃进去了。好，杀一刀，那么拿过来，嘿嘿，这一下的话刘协就可以发动技能了。好，刘协给牌啊，给牌给过来，我们这个地方闪，嘿嘿，漂亮，这个时候劈啊，这地方毕竟也是两个桃子啊，你们反贼拿那么多桃子，所以说你这一把这个西之才根本没有办法对教主进行干扰的嘛，相反教主完全可以干扰到你。好，那么这个地方不错啊。好，再说我们家这么多牌，我们那些闪都是明的。好，闪，那么灌一下，那么救啊，这段你打不死张鲁，张鲁可以把牌拿回去的嘛。好，那么这里面的话杀一刀。好，看一下曹操啊，曹操估计也不敢动我们的，曹操也不敢动我们，因为我们这个动作就是自杀了。好，那么这段换一下，那么丢啊，没事的啊，大胆的丢啊，后面还有张鲁在嘛。好，铁锁连环，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哎，漂亮，杀，嘿嘿，这家这个方边玩的还是很溜的，这个吴国武将呢，在孙策主攻里面可以支八把的牌给出去，这把张鲁可以通过黄天的方式把那些牌把它送给我嘛，漂亮。那么待会儿的话，这个刘协再给我们一下吧。好，刘协再给我们一下，那么出一个小点啊，漂亮，闪，因为这个地方你的牌比较多，所以他不能强中了嘛。好，直接这个地方没救了啊，打掉。这个地方内奸想跳也跳也控不住了啊。张角主攻就是这样，一旦打出去的节奏出来，就是完全那个突破界限的那种，你根本就是那个无力回天的啊，好，不会给你任何这个让你翻盘的机会的。好，这个地方的话，当然那个拿个闪，肯定因为有那个流血在的嘛。好，这个地方那个节奏一下。好，那么看一下张鲁啊，张鲁，那么过河拆桥，那么给过来杀，嘿，这把张鲁这个方天玩的也是很炫的。好，那么看他怎么劈，哦，劈这个曹操，好，可以啊。那么这个地方来，因为张鲁刚才要那个把那个牌给出去，他要那个回血的。好，这地方的话，嘿，这地方你出一个 A 点嘛，你出个 A 点继续劈嘛。这段他这段也小失误了一下，大家可能玩的也太顺了吧，出个 A 点直接把这个曹操把他劈了不是更好？好，这个地方你还敢杀郭嘉，那你不是死得更快？
我们手还是有闪的。好，杀一刀。那么待会儿的话，张鲁没事的，张鲁没有那个，待会儿还流血的嘛。可万箭齐发有了，这张有这个牌在。好，闪踢，这一下还是很玩的很爽的。那么这个地方郭嘉也是英勇就义了。好，死。那么这地方的话，待会儿刘协再来一下，直接用闪电的方式让你曹操，你曹操都投了，他必须投了，他不投他可能还再挨一记雷劈的。